my life feels like a battle. Walking miles along the gravel, I'm going deeper and deeper. Feel the waves crash over my head.那这个是G22的活动，就是响应世界展望会办的G230，然后体验这个G2的感觉，然后呢去了解到需要帮助的那些孩子，他们面临那个粮荒啊，没有食物的那个状态之下，那他们的感受，那你也可以透过这样子呢，愿意去帮助这些孩子，然后更珍爱你的食物，这样。You see a diamond, You see perfect time and you're king of... 爱奇艺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2017爱奇艺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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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上6点钟到下午6点钟啊。我想这个可能比较辛苦的是早上要6点钟以前起来先吃早饭啊，可能这个是在这个12个小时当中最辛苦的这个一个地方。我从2002年开始都会把时间留给世界展望会，可能今天因为你的一句话，你改变了一个孩子甚至一个村落的命运。各位过关的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好，哦，看不出来有挨饿的样子哦。哇，真的是，果然是正向的力量哈、哦。这是我们已经第3次跟市展会这边合作，共同举办饥饿体验营的活动。从早上6点到现在，已经多少小时了？6小时，哇，大家数字这么清楚，哎，已经过了一半嘞。那是不是该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鼓励一下？成功！成功！